足下個禮拜咧，大家兔年行大運有個好開始，係啦。呢度做 live 咧，係因為近幾日咧就收到好多同行問我，佢哋啱啱先發現咧，我二月四號立春禮拜六嗰日咧係會開一個班嘅，就係講我哋藝術商業生態嘅一個班嚟嘅，有兩大特色，一個咧就係 CEF 持續進修基金支持，咁啊全數咧讀完嗰三個月嘅十二堂禮拜六嘅時候咧，就會全數咧可以 reimburse 嘅個學費。第二個特色咧，就係我哋四個老行專一齊講嘅。我哋行專嘅背景咧，分別係有 Art Dealings 啦，有 Creation 策展啦，有藝博會啦 ，Art Fair 嘅專業連埋我。大家想知道詳情咧，就撳個 link 啦。Thank you。